汉旅，大家好，我是汉旅 Sunrise Steve 五六，今天一样是早晨开箱。好，这是昨天晚上我在 PCM 24小时购物订的一个包裹，那它在隔天的早上9:51就送来了，对，超快的。好，那这是我觉得 PC Home 24小时购物超快的地方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订也可以来订，不是工商哦。然后这个是，对，收件人是李油桐。然后这个是1190元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用最阳春的方法，对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拍开箱了，第一次开箱就是 3D 电影，你们应该记得吧？对，好啦，那好久不见的开箱，因为最近没有买什么，因为最近没钱啊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我们的嘎兜，就是用最阳春的嘎兜来开箱啦，差不多就可能像这样，哎，它就好了。好，那看一下，哦，好吧，它照到，对，我就是买了一个麦克风。因为最近蓝杆有麦克风，所以应该会听到我们两个音质最近都会变好啊。好，那再付到付款，收件人李油桐 ，OK， 棒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万众所期待的泡泡纸，不是啊？好，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麦克风。好，首先呢，需要把它拿过来，然后再拿过来。好，这样就已经打开了。那首先呢是我们的麦克风，那这是防喷网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开开看我的麦克风。对，我订的是这个白色的麦克风，那感觉蛮酷的。它需要装电池吗？好像不是电池，所以哦，它有两个耳机的输出口，还有一个输入口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你一边玩，好像可以听到你自己讲话的声音吧，就是恭维，好吧，我不想太远。那这两个是啥？好吧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白色的小盒盒吧。哎，小盒盒，做点事。好，打开了。这是什么呢？难道就是我们的？啊！拿出来了。那我就先把它拿起来吧，然后再这样，哎，就有了。那这个就是我立麦克风的东东啦，是的，斗内，好，这样架着，然后呀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这好像是要像这样，然后三斤吧。那我们就来组装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组装。所以我看一下他有没有讲说要怎么组装，没有哎，他就只有这样的一个盒子。好，我们想办法组装看看。
这样装吧，因为这里有一个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一个洞里面可以。啊哈 ！No, I don't get it. Scared. 知道怎么装啊？旋转吗？难道是旋转它就 OK 了吗？啊、，sorry， 打扰你们了。这样，这样吗？然后这个是要怎样？哦，进不去，进去啊！哦、I get it， 它转就会松开，然后这就可以进去。Yeah， 我们看得到哈。对，然后它转了就松开，然后它就可以进去。好，然后这再锁紧，它就会固定好了。好，整体来讲就这样。这样，对，那我再来拿我的麦克风出来，麦克风应该是，啊哈 ，That is cool like a Hajimo.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要，这是麦克风，对，睡好，好，这是麦克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穿进。来，进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用来上音studi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用来上音studio。好啦，那听到。前面我刚刚在测试，那个有装正麦克风，还有没有装麦克风。那这样你们或许觉得有装麦克风比较好，还是你们会觉得没有装麦克风的比较好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之后都会用有麦克风的、啊。好，那我麦克风装完就长这样，对，然后上面有这个耳机。所以我录影的时候，就是我拍片的时候，我就会戴这个耳机，这样戴着。对，好，那反正这就是一个麦克风的开箱啦。那我的装备，就是拍影片的装备又更上一层楼啦。好，那今天的时光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今天不是时光，今天是开箱。好，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懒影片，希望你也喜欢的，不要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更多、更多、更好看的影片。好，那不要追踪我的 IG 哦，追踪我的动态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麦克风哎。